志玲姐姐热心做公益，心灵语录用结婚2周年照片，生活甜蜜又幸福。志玲姐姐更新了自己的个人动态，并且分享了一张自己与老公结婚2周年的纪念照片。照片上的志玲姐姐在奔跑中回头，整个人笑得很甜。在阳光的照射之下，似乎从她的身上看到了不一样的光亮。志玲还配着自己的心灵小语的手册本，为了自己的慈善公益小本宣传了一波。每年到年底的时候，林志玲就会亲自动用自己的账号为慈善公益基金工作室做一些宣传活动，所有的收入都会放到基金会之中，用于援助那些贫困地区的孩子们。翻看她的语录本，里面放着她平时拍摄的照片，而且还有属于志玲姐姐的亲笔签名与一些生活的感悟语句。值得一提的是，很多粉丝与网友们都发现这一个小语录本之中还用了一些日文，说明志玲姐姐非常的用心。结婚之后，她也将老公的一些痕迹参与进来。